Hello。Hello。跌倒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好害怕。他刚刚看我看多久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吓到别人了。要看认识我的人是不是？就这样子吗？叫出你的名字。叫出我的名字。叫出你的名字。好，他就这样子 ，OK 哈 ？OK， 可以哈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就是简单的带我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白痴，这是要怎么了？其他人他们自己花钱去做啊。哎呀，哎，这边一下就三个，是饶河人气王，真的吗 ？I love you too。国光帮，我们看国光帮。哎，很好了，喝三杯了。马里奥知名度非常高，因为他特色很明显。他因为哦，这个金钟奖。男配角奖影帝，虽然是一个叫做配角，对，哎，千万别忘了，有时候配菜是比主菜来得重要，主菜永远没有变化的，对，配菜今天你可以做马铃薯，你可以做罗勒、芝麻叶，都可以，你可以做做，所以你中咖喱，所以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的替代性是最高的。不，今天就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，你可以很百搭。你们你可以做这个做这个做这，永远都你在做嘛。对，我们那个一直换台，都看得到你离开我们的那个达叔。是啊，天长对对对，达叔，我跟他聊天呢、啊，他说啊，中下啦，你们他大明星啊，我说哦，达叔厉害，怎么样？我的价钱呐、啊、不高啊，其实也蛮高的，蛮高，不得了了。他一年呢、啊，他一年可以嘎几部戏，你猜？20部电影，电影啊，体力超强的，所以每一部都有他，曝光率很高。那你看到他也觉得熟悉，也不腻，对，这个才是当中主要的原因。这个其实宪哥讲这个。看好你，我也有听过宪哥类似这样的说法，就是我们跟我们在拍戏有个演员叫志伟哥，郑志伟，演之前演济公那个，然后我们就每次我都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都是演一些小配角啊，怎么办？他就说啊，你不要这样子想，我们这种赚的才多啦，到处都可以赚。这个是阿用啊嘛，他们就有导播。所以呢，我有时候我就转个心态也好，就是我们第一个也不要背负的收视的压力，对，到处都可以客串玩一玩。以前的我的知名度可能是真的比较差，可是这几年结完婚之后，老婆帮我，对，女儿也帮我孕带一下，对，可能好一点。哎，然后我的发型又没变。对，然后那百年如一日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服务一切都是啊，这个跟过往一样，认真的表演。我一直都这样，真的，能量都满满的。制作单位也爱他，对，那他就我们也爱，拼命，好不好？我从一而终，从跟宪哥在一起不会开车到现在，我还是坚决不学骑摩托车。为什么不学？就是不学。你为什么不学？我不学，不要你带我。你应征司机不会开车，他的应征我当。我的司机，我也给了50000多块的薪水，4万年代，还有而已啊，十几年前，好了，现在说我没有 working shop， 阿丽啦，没有 working 啦，没有 working 来了，没有 working， 来没有 working 啊，这一台那个宾士哈，7300的，来那个我不会开车，那你来干嘛呢？好了，先二号先坐了，那我先坐，请坐，看一下那个市场调查，来。喂，后面啊，我叫你叫半天嘞，大哥，你为什么要扮成这样躲在这里？不是啊，你们今天这个单元是那个，就是要测验我们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对于明星的认知度嘛，红不红嘛，认知度嘛，对啊。那我也不想这样子，但是问题是现在今非昔比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马里奥了。我演了那么多戏，然后又拿了金钟奖。上了那么多节目，这个度很高嘛？这种态度，确实看我听声音都知道，那还得了？这么多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是找麻烦了。Hello。Hello。跌倒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好害怕。他刚刚看我看多久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吓到别人了。要看认识我的人是不是？就这样子吗？叫出你的名字，叫出我的名字，叫出你。好，那就这样子 ，OK 哈 ，OK， 可以哈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就是简单的带我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白痴，这是要怎么了？其他人他们自己花钱去做啊，开玩笑啦。今天是真材实料，凭真功夫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收着，好，来。
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来到劳合街的这个夜市哦，有几个是一定要吃的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马什么？马里奥马。对。一般的。所以还是有知名度的。两个了啊、哦，没有作弊哦，拍照啊，马里奥吗？来啊，先到这边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有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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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免得分了，哎呀，哎，这边一下就三个，是饶河人气王，真的吗 ？I love you too。国光帮，有没有看国光帮？哎，很好了，喝三杯了。嗨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我是谁？马利欧。嗨，没想到马利欧的人气还蛮高的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很厉害啊，怎么会说像汉典这么惨呢？没有人认得出来呢，那很糟糕啊，做人失败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来玩个厉害的。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我很想倒着走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汉典，真的，我知道你那种难过。结尾不是我那天闭脚都闭得多辛苦啊，对不对？